大家好，我是学长。今天是除夕夜，学长来跟大家拜个年哈。那今年是牛年，那也大家祝福大家牛年都可以，每天喝到好咖啡啦哈。今天主要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来交代一下那个学长在2020年到2021年哈，就是这一年的一些成果和未来的计划。然后第二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回馈，好不好？回馈给我们的 YouTube 的粉丝们，就是我们会有抽一台这个 Velfa Servate 的咖啡机哈。那这一台也是目前学长非常非常推荐的一台咖啡机，那它原价是15800的一台咖啡机哈。那我们就抽一个名额。好，那要怎么样得到这个Velfa Servate 这台咖啡机的抽奖资格呢？就是第一个部分，就是你必须要是学长的YouTube 的订阅哈。如果你没有订阅的话，抽到你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送给你哈，就没收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你要帮我在底下留言，同时有身兼有订阅，而且有留言的话呢，你就资格抽这个15800，非常非常棒的一台咖啡机哈，也是学长目前卖的非常好的咖啡机。那游戏规则就说到这边哈，如果大家都想在过年的时候呢，能够得到一个好礼物的话呢，就多多分享喽。那我们会在开工日的那天公布得奖名单哈，所以在过年期间大家都可以自由分享，然后过年就一个好运气，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奖品咯。 OK， 好，那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学长的最近的展望，就是因为我们2021年的学长有配合一些外部的一些合作厂商，包括很多传统器材厂商，我们会持续很多的开箱计划啊，或者是很多的好器材的推广。那学长对于业配这件事情呢，一向是不客气的，但是我一向只业配好东西。好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今年还是会继续做下去，我们会大胆的接业配，但是我们一向只接业配好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大家这个事情我们会继续做下去。然后呢，另外一部分关于课程的部分呢，因为学长今年又配合了一个线上课程，那让有一些不在台北啊，因为学长大部分在台北开课啦，会让一些不在台北的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听到学长比较完整的课程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就跟线上课程做一个合作。那如果各位呢对线上课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帮我在底下，我们会留一个问卷的部分哈，因为你留了问卷以后，课程的一些优惠，还有一些第一时间报名的早鸟，都会寄送给你哈，所以各位就会比较划算。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呢，对课程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帮我点问卷，然后留下言哈，那对我们会很有帮助，那对你来说会很有帮助。而且点问卷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咖啡豆的赠送啊，或是抽奖部分，对大家都是挺不错的。OK 哦，所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课程部分，除了台北市我们常态还是会持续的开实体课程之外，那外县市我们比较服务不到的地方呢，我们就会有线上课程的方式，然后让大家都可以上更多关于手冲原理的部分哦。因为像我们 YouTube 虽然也讲了不少手冲的一些技巧，但是毕竟那个比较是实际面的啦，那我们在原理上面我们希望能够多琢磨一点，但是那个原理就不是说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为大家解释完的，我们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要搭配线上课程，让大家可以学得更全面一点点。 OK， 那当然我们 FB 啊，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平台，我们持续都会更新一些新的资讯啦，因为今年应该说这两年的咖啡的数量、器材的新器材的研发、咖啡豆的进口啊，或是各位玩咖啡的那个是成倍数，甚至于好几倍的成长啦，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是有点求之若渴，然后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找到更多有价值的一些咖啡相关资讯、精品咖啡相关资讯。那学长还是觉得说，哇，持续在为大家提供这个很棒的一些觉得很有趣的资讯啊，或是推广一些很有趣的新概念，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，很开心。那今年牛年呢，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咯，虽然还是会推出一系列的各式样的资讯，还有很棒的一些精品咖啡相关的内容给大家了。好，如果各位在各个活动现场看到学长的话呢，跟学长打招呼，学长都会很开心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牛年的时候，咖啡能够充盈各位的生活，让大家的生活品味更提升咯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学长展望就说到这边为止哦。最后再跟大家讲一次，我们这次的过年的大红包就是抽一台咖啡机。如果各位想要抽的话呢，一个要订阅学长 YouTube 频道，第二个呢就是要在这篇影片以下留言，留什么呢？留你想看学长的什么内容好了，或者说跟学长拜年也可以，反正就要留言都可以，那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个抽奖资格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此结束咯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